哎，妈爸，你好！我今天晚上是在一个伦敦的宾馆，这宾馆是离伦敦机场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。这个礼拜我的办公室里不是那么忙，所以我突然想起来又回到英国去旅游一下。我是非常失望，你们这一次没有跟我一起去，所以我带了个相机，然后至少我可以给你拍几张，拍一个小电影和拍几张相机给你看看我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。我是要去一个小城市，在英国的西边，就是在一个区叫威尔斯，好吧，那我们一起去看，希望你们看了是蛮有趣，拜。到这个城市在威尔斯了，你要先打飞机到伦敦机场。到了伦敦机场了，你要转车，转到一个火车，再坐3个小时往北方走，到个城市叫 Birmingham。到了 Birmingham 了，你要再换火车，换到另外一个小车子往西北的方向走，走10个小时，然后到一个城市叫 Portmeirion。你们大概可以猜得出来，但是。这到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，是非常复杂，也需要换车。我大概选择这个到这个地方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今天早上是打个4点半的飞机到伦敦。今天呢，我要早睡觉，因为明天我要打个5点半的火车离开伦敦到 Birmingham，然后再转车到 Port Mira。我每次做这样子的度假的时候，我都是猜我为什么要做这个。我可以在家里就是好好的休息，但是我都是要把我生活搞得很复杂。不知道。也许我是这样子做，是让我很遗憾我家里。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子的，都是这个原因来度假，但是肯定了，我好像都是这个样子。到度假的时候，到最后，我都是很期待回家了。好吧，那我现在早睡了，然后明天再打车吧，拜拜。口诀常常借我笔锋。
城里去旅游。前几天就是我帮工作是休假，所以我突然想到到这里来，没什么原因，就是好像我从小听过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想来看一下。让你看一看吧。说实话，有点像我上次在台湾，就是在金龙市那个内湖拍的一样。我现在是走一条路，然后呢，去吃晚饭。我来这个，因为我前几天是放假，所以我没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应该是比较好玩一点。其实没什么事情，就是这里还是蛮有趣的。